哦 GG 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 GG 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 GG 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坚持，新希望。谢谢你们救了我，我该回去了。妈妈做好了棒棒糖在等着我呢，再见喽。再见。啊，他刚才说有棒棒糖。等等啊，我也想吃。小猪猪，我们还有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呢。啊，还不能放假呀？哎呀，现在没了幻影烈焰双拳他们的帮忙，我们的战斗力恐怕无法面对接下来的战斗。而你们原来的武器都在与黑暗乔伊战斗的时候耗尽了力量，我们现在要考虑一下该如何提升战斗力。现在没有了幻影他们的帮忙，这的确是个大问题哦。我有什么办法吗？尼古老师放心吧，都交给我。来吧，武林锁被我改进了一下，你们看。哇，看起来好帅啊。小呆呆，快戴上试试吧。迷糊老师，要怎么戴好呀？好像有点小失误，不过没关系。这就是武灵锁能量手，双肩包，再试试看看。救命啊！啊，小呆呆，坚持住。增加体积行不通。也许应该改变内核设计。成功啦！菲菲，快带上换了新内核的武灵锁操练一下。马上试试看吧。我都开始期待了。守卫之力武灵变身。守卫之力武灵变身。变身！尼古老师，武灵锁怎么没反应啊？我来看看。有了有了，你看。这只是一个意外。光改变内核设计不行，还要安装加速器。小猪猪，这次看你的啦！尼古老师，你确定这次安全吗？你放心吧，这次绝对安全。小猪猪，开始吧。守卫之力，武灵变身。什么都没有发生哎。哎呀，真棒！我说了，这次绝对安全嘛。怎么回事啊，迷糊老师，我停不下来了。糟糕，看样子是加速器失控了。着火啦，救命啊，着火啦，救命啊。
噔噔，新的改进版武灵锁做好了，这次你们谁来测试啊？喂喂喂喂，你们别跑啊，这次真的是安全了，我保证，保证安全，别跑啊。幸好我们跑得快。哪来的可爱的小兔子啊？请你吃棒棒糖。兔子不是吃胡萝卜的吗？它受伤了。不是普通的小兔子，这是失去力量的暗灵卫。暗灵卫们出事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乔伊大人给我们的符文石，可以吸收暗灵卫的暗灵之力，真是太好用了。没想到暗灵卫居然会聚在一起开糖果分享会，还真是会为我们着想啊。既收集了暗灵之力，顺便还能收集灵石，这一趟真是双丰收啊。毕竟双子城可是一点灵石都看不到啊，是吧老大？糟了，好多暗灵卫都被吸走了力量。住手，波比，把棒棒糖给我留下。小猪猪，这种时候了你还只记得吃，你弄错重点了。我是说超人强，波比，把暗灵卫给我留下。小菜鸟，你来晚了。黑暗之力，守卫之力，武灵变身。石甲熊，你怎么变黑了？当然是升级了，想不想见识它的厉害呀？哎！
哎，哎，呀，哎，嘿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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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，笑死我了！以你们现在的能力，还想对付我们？冰风龙，我们上！嗯，哎，哎，呀，嘿，呀，呀，哎，好。没事吧？好大的力气哦！看到没有，只有力量才是绝对的。怎么样，要加入我们吗？闭嘴！你呀，无聊，还以为你们有什么新花招呢？蛮熊震怒！任务完成，我们走。好的，老大。看到没有，菜鸟，胜利是属于我们这边的，我选的路才是对的。站住！回来！再见了，小兔子。元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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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彬。武器的核心能量，我依然是毫无头绪。超人强大们却能用武灵锁大量吸收黑暗之力，不妙啊，不妙啊！不过，不过什么？哎，要是我的能量石还在。或许就能解决核心能量的问题了。都怪我将它偷走送给了无敌博士，对不起。哎呀，现在可不是忏悔的时候，既然能量石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只要找回来不就行了吗？对呀，无敌博士就在水晶城的金翼弗行，我们去找他要回来吧。走了，小呆呆。要去哪里啊？监狱。这里就和游乐场一样啊。小呆呆，这里是无敌博士的实验室，不要乱碰哦。是菲菲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超级棒棒糖，披着彩虹的光芒，关键时候帮我忙，给我勇气和力量。超级棒棒糖，它有神奇的力量，偶尔失灵也不慌，靠我自己向前闯。如果没有超级棒棒糖，还有勇气来帮忙，让我学会努力和坚强，给我神奇的